娘儿，哪里？婚礼不嫁你，买爱来过夫妻，公主要嫁新娘朝内女婿。这是一个有朝内女婿在听信，也是只无比温柔朝内女的消息。我的主角是朱炳添，下叫朱炳添，是因为伊在靠朱炳。手表的啊，你是伫遐哀白叫，我伫遐叫啥啦？我是讲吼到家着叫。阿公啊，我想你无去啊啦。阿公啊，啊看会发生这款代志，啊你是无去遐甲混用笑？混用我有啊，我用我的枪啊，你是我穿这物啊，然后我嘛用我的方法去做东西啊，所以咪说来麻烦啊。真会，你那是你对叫出来，你是安怎教你个？啊，唔是讲唔会，会当用迄种吗？啊，唔过你嘛有做制度个啊，啊会知影去碰个啊吼。朱表娘，两家讲讲话，两家就走，我听无啦。啊，你是会听无啦？变口啊，大变口啊，你个吼。有啦，我想讲吧，我想讲咩啊啦？哦，这个手表真正做你这样覆盖，啊，你要上你这一块你拍无？应该，一时失败啊，哎。那你这样喝酒啊？一边啊，看来拢要吐啊！这个时阵是弟弟做黑呐。那喝酒你们叫吗？对，那你怎么耍帅？点做啊？阿妹，这边海大大是真海真海，但是弟弟讲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弟弟嘛，甲阿老五幺的代。但是依照这间条屋，对啦，是我未太稳重啦。这时阵阿公听我话，阿手表呀，你个也创啥？对啦，我是我未太稳重，我是啦，我是我食饱啦，食饱啦。我知影就好，咱叫我带你去迄，也迄全世界上好食的粉吼。我这个在谁呀？我唔晓得嘛。只要有两个人在房间包啦。对啊，行啊，哦，较细条，脚较短嘞，哦。中医啊，虽然他虽然无超人啊，但是过来会让他爹听你讲说话。啊，只要家己有付出啊，做家己有愿意做的事情，卖做家己做袂到的事情。